你手放开了。明天去看决赛，到底要挑哪一件衣服呢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菲律宾，请记得我。我是整机宝贝，全台湾最随便的变装皇后，愿你随便能够走进我的故事。切！我们有台版的渡边直美玛丽莲，一起掌声欢迎。
主接下来要拍真人版，他们看过你第一集的表现之后决定让你当新演员，祝你红红大赚。真的人美心又善良又长得高，有一次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一抬头就看到有片亚马逊丛林在他的鼻子里面。谢谢你这么爱护地球啊，罗斯玛丽，我真的非常的欣赏你，有才华又谦虚，我在你身上发现我从来都没有的特质，男子气概，呵呵。我相信菲律宾已经跟大家证明了，老狗是变得出新把戏的。但是你不要一直吹，卢斯玛丽都被你吹跑了。哦，亲爱的蔷薇，有人讲你说说话很贱，讲话很假，身材不够好，刚才画得像狸猫，但是他们错了，你还是大脚哈利啊。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自信，我一直跟你拿你的身材跟你开玩笑，我跟你道歉，但是请你注意一点，下次跳舞的时候请小力一些，台湾无法再承受下一次921了。这首歌我要献给这一趟的旅程，我要谢谢 FJ234 以及我的姐妹们。
输赢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就是谢谢我的大家粉丝还有亲朋好友都来到这边帮我加油，今天收到假今天来，然后我还要再讲，就是我们八位日月红会你们都辛苦了，大家都是第一名好不好，我爱你们，很开心跟你们合台，最后我要说谢谢 FJ 二三四做这个平台，让我们能够表现我们自己的专辑，运动后迈向国际，我们台湾运动后没有比任何亚洲的国家还要我觉得你会先被撞死耶！空气摩托车，哎，鼓励鼓励，我们跨性别不能这样啦，我们跨性别还是女生哦。不是，我是 Jackie 布布拽鸡宝贝。哎，你不是鼓励哦？不是我。啊，我刚看完我们福建二三四的 Make a Diva 最后总决赛回到家，那现在大概是早上四点钟，请容我一边卸完妆再做我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试用包的保养，一边做一个心得报告啊。其实一开始他们在找比赛者的时候，参赛者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应该参赛吗，就是我知道就是这是一个曝光，这是一个文化的推广，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审美的东西，拥抱多元的东西，这种东西有办法被评比吗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比 gay 大赛，比谁最 gay， 那我们应该比谁赚最多钱呢，还是我们要比谁最多肌肉呢，还是谁打最多炮呢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就是啊 Drag Queen 这种东西，你要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比为一个关于涉及性别扮演的表演艺术来说，表演艺术你要怎么把它评价一个高低呢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冲突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啊好，那加上我自己没有一个勇气把自己放到网络上让大家评比哦，因为我应该会就是连续那个气到失眠，比如说被算命算之类的，三个礼拜，所以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让我们的好姐妹就是勇敢的大家去比这样子。那比着比着，我也觉得想说天哪，就是跟着大家好像看着他们成长哦，虽然我觉得
大家在那个比赛的时候都很收敛哦，就是在谈话的部分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嘴巴很伶俐的人哦，然后在 Make Diva 里面，大家其实都蛮收敛的，就是觉得就好像还是有一点就是依着节目的轨迹走哦，但是到最后就觉得哇，大家都成长了很多。那今天看了最后的大家的 final 的演出，然后最后大家一个大合唱的，就是有点像，如果大家有看 RuPaul's Drag Race 的话，它是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变装皇后的竞赛的实境秀，就像全美超级名模生死斗一样，它是变装皇后的版本。那它是一个美国的选秀节目，那就像它的第一季一样，大家没有一个预设立场。大家就是拼了头去做，然后所有的互动、所有的表演、所有跟参赛者跟参赛者之间、跟评审之间的反应都非常的有机。我们中文翻有机，英文叫 organic，就是非常的自然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，没有任何一个说哦，我要是讲了这个，观众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？所以就是。我觉得就算台湾未来有任何一个，不管是网络，不管是电视节目做关于变装皇后的比赛哦，都不可能会像 Make a Diva 这样子，哎，这么的生猛哦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所有人都这么的自然。然后，何况我觉得以第一季的卡斯来，除了 Rico 之外，其他七位我都算是有稍微认识哦。那我觉得很难，就是在台湾来网罗八位、七位这么有才华的 drag queen 哦，就是对，就是虽然就是台湾 drag queen 圈真的有在工作，大概15、20位吧，那你真的要把其他的都找来吗？也不太可能哦，所以就是。今天看完真是蛮感人的啦，那也非常感谢福珍的。说真的，这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诶。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到他们的成本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哦，他们的剪接不够好啊，他们的什么什么那个摄影棚很烂啊。但是大家可能要想想看哦，就是美国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。参赛者每一集是有300美金的通告费，也就是9000台币。如果福 J 以美国的规格来去做这个节目的话，他们每一集光花在参赛者的通告费上就要花72000元，三集的话21万。你有办法直接拿出21万来做节目吗？而且还不包含灯光、场租，然后所有人的可能交通费，然后摄影的钱，然后剪接的钱、后置的钱、宣传的钱，叭叭叭叭叭。想说大家真的是，就是可能在留言之前想一想，就是对这个网络节目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大家都是看免费的，然后他们也是拿了非常多的自己有的资源在做。对，好啦，那就。这样子，今天半夜4点睡觉，就算用了雅诗兰黛小棕瓶，可能就是皮肤还是会继续老化。毕竟人活着就是会死嘛。好了，那就是接下来2020年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台湾在。不管是变装皇后啦，任何的表演艺术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支持哦。那我觉得表演艺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因为它发生即死亡，不管就算你用你的手机录下来也一样哦。你去体会的当下就只有那一次，那是属于你自己特别的经验，即使你用任何的摄录影都没有办法重置的。至少以现在的科技而言啦，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哦，大家晚安。跳舞，好好看哦，前进亚维农，前进亚维农。